出现啦，大嘴过不了系列又来啦，真是的，这么多的大嘴过不了关卡呀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多难。炸矿车加瓷砖，还有魅惑菇，这里有浮标，这里还有一个药水，但是右边各种巨人，还有其他的僵尸。大嘴玩下我的关卡，那巴拉巴拉巴拉调整了很多遍，一遍绝对过不了，一遍过给你所有视频点赞啊，这么有自信呀、啊、真小瞧本大嘴。像这种关卡，小粉丝都知道，本大嘴会选什么植物？肯定有冰龙草，还有坤坤投手啦。开局黄金贝雷转荧光，废肉。还有隐形药水是吧？再用冰龙草打僵尸。老大，第一波僵尸里有我和你呢。骑兵僵尸带着我们两个炮灰冲锋。我们都是经验宝宝。这把我们在绿色的瓷砖上种火鸡投手。老大，大骑士僵尸要过来了。不怕，我估计他会帮我们吃僵尸。看吧看吧，骑士僵尸真是厉害呢。最后一波了，普通巨人来了。就是现在，看我坤坤的厉害，冲啊坤坤大队。这么多就赢了，大嘴过不了系列，本大嘴又赢了。